不够，这些、oh, 麻烦就麻烦在它的二 x 加五跟 s 加九十，90, 我们不确定它的大小，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都要写哦，都要写。那有几个条件要列哦，第一个就是两边和两边差，所以如果今天把它当成是最大边哈、哦，可以吗？你就会写出二 x 加五，5, 然后小于呃四十五加 x 加九十。90, 然后还有什么？然后 s 加九十，90, 然后减掉四十五。刘立安，这样可以吗？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那还有，嗯，还有啊，还有一个是有可能是 s 加九十在中间，然后小于二 s 加五，5, 然后加四十五，然后小于。 二 s 加五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写错了，同学，我原本想说他没有给我们大小次序，可是你看一下，他又给了。我想说这一题也太麻烦了，它是由小到大排列嘛。哎呀，刚刚没有仔细看哈、哦。所以呢，我们只要把 s 加九十放中间，然后小于二 s 5, 加五加四十五，然后二 s 减五，5, 注意哦，中减小哈，这样子一定可以确保是正的。 好，那我们化简一下，好，你就会得到呃，x 减4 2 s 减 40, 40，然后呢，小于 x 加90，然后右边这个是，看一下啊，s 加50，周天，你这个会算吗？不太会。周天呢，刚回答我会我會,会算吗？不太会，不太会，没关系，我教你。 同学，这一个哈，因为它前后数字有未知数，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等量公理去突破。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哦，如果是前后都是数字，你就可以呃直接用等量公理，然后把中间的 x 的未知数的范围求出来，对吧？那现在呢，如果左右都有未知数，我们是什么？我们先看前面，找符合前面第一第一个框框的条件，再来呢，我们找后面符合第二个框框的条件。那这个两个条件要同时接对，是且的关系哈。 这个 A 且 B，A 对了 B 也对了才算。我们这种讲嘛，高且帅我嘛，对不对？这样子两个同时要对才是我哦。如果只有一个，那就不是。像第一个，我们画个范围哈，他、哦、说二 x 减四十，40, 我们先化简，所就变成 x 小于一百三，这样可以吗？哦，我怎么写字有点丑？一百三。好，再来第二个范围整理，嗯，没有位置了。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写，哦，莉安。哦，你稍微闪一下哈。然后第二个是 s 加九十小于 x，s 加九十小于，诶。哎，哦哦，少写，这是二 x 啊。哎呀，行吧，不好意思、哦，我这笔误了，应该是二 x 哈。所以是小于二 x 加五十。50 所以你要算出是 x 要比比四十来的大。同学，周丽安，你一跟二的两个情况合在一起是什么？一且二的情况合在一起，这个交集上是有交，好了，有一点像是一个表情符号哈。这个是,是会让 x 介于四十到一百三十中间，可以接受吗？丽安，啊，可以，这样可以吗？注意啦，嗯、就是这样，好不好？ 好，再来，我们要讲的是第六题哦。第六题谁问的？忘了，好像是宇凡问的吧？哈、哦，他说 A、B、C、D、A、B、C、D、E、F 的三线段可以组成三角形，则根号得噔得加根号得得得等于多少？首先呢，你要先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指的是什么？x 减四括号的平方开根号，指的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哈？可以吗？两点之间的有点像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哈。那他今天说这三线段可以形成三角形。同学，你先把目光看到 E F 这一条，呃，如果今天他的图没有好小我们的话，应该是最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怎样？ 可以去求出 x 的范围、哦，我们就不像刚才一样大的放中间，然后介于中加小跟中减小之间，对吧？那有 x 的范围之后嘞，同学，你就有机会把这个 x 怎样平方跟根号这个关系化掉。我们很想要把平方跟根号哦直接化掉，但是实际上要小心它的什么里头的正负。如果里面是负的，我举个例子哦。 像根号的负二的平方，你是不能直接化掉，你化掉的话，是不是拿出来变负二？2? 可是实际上负二会先次方，会变成负二的负二，哎负二的负二乘以负二会变成四，四再开根号是正平方根，所以它的答案会是二，所以这一题化简出来要是二，对吧？所以它会有一个变号的动作，所以要确保里面的正负你才可以变号，因为正的不用变，负的却要变号，好。 好，那我们要来求 x 的范围了哈。x 减三介于十加七十七，7, 17, 然后嘞介于十减七三。这个周丽安，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前后都是数字的另呃另外一种形态。那我们要求，只要用等量公理就可以求 x 的范围。像这里，我们只要加三即可，对吧？所以 x 加上了三等于二十，然后嘞三加三是不是就变成六？介于六到二十之间。好，就这样，注销。 来，介于六到二十之间哦，这个题目我们就够了。来，六到二十之间，毛伟凡，毛伟凡，这是正的还是负的？嗯、啊？我说 s 减四，4, 那 s 介于六到二十之间，那 s 减四是正的还是负的？正的。是正的的话，所以平方跟根号是,不是可以直接化简掉，可以接受。所以你这里化简出来，答案就变成 s 减四，4, 听得懂吗？ 那再来，黄一凡，另外一个 s 减二十二的平方，正的负的？正 s 减二十二，22, 这个是正的负的？真的？正的嘞，正你个头啦！六、啊、到二十之间，六到二十的数字减掉二十二，还会是正的？这负、哦、的对不对？嗯，负的对吧？所以刚刚有讲哦，你平方跟根,根号要化简掉，不是不行，可是记得要怎样？要变号，所以它会变成加上负的。 我们就直接加一个负号，好不好？是呃，就是加上原本是 s 减二十二，就会变成加上二十二减 x，因为差一个负号，两者合并，所以答案就变成什么？你看，这题目设计的很巧妙，它的 s 跟负 x 会抵消，所以是二十二减四，4, 所以答案是十八。宇凡，这样可以吗？听得懂吗？可以。嗯。你要注意的是根号内部的正负，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把它开根号或是化简号。 好，再来我们的第七题。嗯，老师，嗯，然你现在讲的是刚刚那个二十二减 x 那个地方。呃，对啊，你看啊，六到二十之间，六到二十之间，像二十减二十二，正的负的。不要写二十啊，写十九，十九减二十二，正的负的，负，负的，因为六到二十之间，像十九就是六到二十之间的一个数字嘛，减掉一个比你大的，一定是负的。 你把它平方开根号，你不能直接化简写成什么十九减二十二？为什么？因为平方先平方了，是不是一定是正的？然后再开根号，因为它是开正平方根嘛，开根号就是正平方根，所以答案一定要是正的，所以它会差一个负号，它应该是这个答案才对，应该是负的十九减二十二，22, 这样负负才会得正，听得懂吗？所以呢，我这边呢有相差一个负号，因为原本是 x 减二十二。22, S 减二十二，22, 你再给他一个符号，是不是变成二十二减 x？德利安，我刚刚做就是这件事，可以吗？好，就这样。然后看，你第四题算错，就是、啊、第四题算错，<是>为什么？2> 是二 a 加五，5, 不是二 x 加五什么二 a 加五？二 x 加五。5为什么？嗯他抄袭。 为什么哪里哪里二 s 加五、嗯？就是下面那些地方。啊，哪里有二 s 加五？那个第二个选项不是五十？哎，第二、欸、不是十？他不是二 s 加五？然后，嗯？ 六个选项不是五十，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哦。人家答案是给四四十，呃，x 小大于四十，然后小于八十五。小于八十五我是不是有漏算了、啊？看一下哦。你说小于八十五哦？哦，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了，哎呀，幸好你有问我这里有少少看一个条件，因为他这里有讲由小到大的次序去做排列，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少哪一个条件吗？这个是不是自动会有一个由大排到小，对不对？可以吗？所以我们这个其实也要去做 check 啊，我写的太草率了，你看哦。 像二 s 加五是不是要大于四十五？这是第一个。那你简单的化简一下，因为它二中边又比较大，所以你的 x 是不是会大于五四十五减五？5, 40, 是不是？是 s 大于二十，对不对？可以吗？那你再看另外一个条件，你的 s 加九十最大边是不是又要大于你的二 x 加五？5, 对不对？大要最大边要比中边大。那你化简一下，你会得到 s 小于八十五。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周亮？ 所以你这些条件全部都要对才可以吼，哇，我们这个刚刚写太快了，我没有特别去注意。所以呢，你看有比一百三小的，有比四十大的，有大于二十的，有小于八十五，全部结合起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八十五，听得懂吗？哦，那我这个不要写好了，我就写这样子好了。所以 x 应该是介于比四十大，对吗？在这一个，然后呢，比八十五还要来的小。 可以吗？那样写了吧，这样答案就对了哈。哎、欸，周教练，啊可以，主教练对吗？这样答案就对了。Oh. 哦，可以啦哈。好，那我们往下喽哦，有问到了，好，Go Go Go。再来第七，要不要问？第七要不要问？第七谁问的？嗯，这第七谁问的？他说 A B，哎、欸，第七谁问的？忘了。問了我问的，问。 哦，好，我们看一下哦，张根浩问的，AB 哦 A, B, 大于 AC，哦，这条边比较大，所以啦，大小。然后什么？角 C 是多少？若 x 是整数，哦，画一下。那整数这里可能会要要凑看哦 S 的最小值是 n，然后最大值是大 N，然后大 N 减小 n，大 N 减小 n，大 N 减小 n, n。小 n, 就什么就什么奇怪的那个同学，首先虽然没有讲哦，我问你哦，角度是不是一定要是正的？听得懂吗？所以二 x 减十五要大于零，且四 x 减三十要大于零，因为角度没有比零还要来的小的哦，对，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用到那个大角对大边，小角对小边的那个提示，因为它给你 AB 比 AC 还长，所以这个角度势必要大于我们的。 角 C 要大于角 B 啦，所以你第一个条件得到四 x 减三十要大于二 x 减十五，然后我简单的算一下哈，所以是三十十五，所以 x 要大于二分之十五，也就是七点五，可以吗？刚、嗯、好这里可以哈，嗯，好，那再来，本身角 B 是,不是就要大于零，那那个度数有开合就不会是零哦。 所以二 x 减十五要大于零，所以你一、欸、靠腰，啊，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直接得到那个 x 大于七点五。嗯，好哦，那就这样。好，那角 C 是要大于零，所以你也可以得到四 x 减三十要大于零，所以 x 怎样？x 大于看一下、哦，三十。嗯？ 也是嗯啥啥鬼啊？七点五，也是七点五，就他答案里了嗯，那答案是零吗？我不知道，一次啦，怎么可能是零？嗯，答案是二十九吧？哎、嗯欸，他可他给的那个都是七点五哎，我我我有想对了，三三四四。 四四和，就诶七点五，嗯、啊、诶 5, 诶，s 是整数，a、b 小于 c，好、啊，这题是不是怪怪的、啊？三角形 ABC 中，AB 大于 AC，嗯，AB 大于 AC，对啊，大小对大边，然后小角对小边嘛，嗯嗯，都很正常啊，没什么东西、啊，小角对小边。 然后角 C，然后 S 为整数，若 S 的最小值是 n，<laughs> 嗯，所以 S 基本上只要比八大就可以了，比八大。他有说他是什么三角形吗？也没有。如果有给锐角或钝角的话，那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范围。哦，他他是二 x 减十五加四 x 减三十小于一百八。 嗯，小于哦，你说它的另外两边、嗯嗯、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说它的三角形内角和小于一百八，对不对？嗯，嗯、欸，外面怎么了？空袭警报啊！哎、欸，你没有听到吗？哎、欸，你们有听到那个声音吗？有啊，有啊，有啊！会不会等下我们不喜欢爆炸、啊？ 我怎么只是一直叫？还是中共打过来了？好恐怖哦！我恐怖中共打过来也不错。我们的黄金宁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了可能脑子被撞到了哈、哦。好来，没错没错、哦、那我们三角形内角和还有小于百八了。他是什么东西？我们直接投靠主席。 回归主播对，二 s 减十五，15, 然后嘞加上四 x 减三十，30, 还要小一百八。嗯，没错，还有小一百八。因、yes, 为三角形内角都不可能大于一百八。哦，这算是个隐藏条件哦。啊，没有地方可以写了，所以算一下是多少？呃，二四四六六 x，然后小于。 十五四十五四十五移过去是二二五二二五，然后 s 要小于多少？二二五除以六六三十八，6, 6 38, 所以四十五六七四十二，三十七点多哎、欸，三十七点多三十七点多。 好、哦，大家等等，<coughs> 我们用中文的数学。好，所以它的最大值应该在这边是比三十七还要来得小嘛，所以是三十六。它的最小值要比八还要来得。哎、欸，比七点五大，所以是八。然后三十六减八，8, 你说答案是二十九？然后是三十七，不是三十六吗？嗯？你是点、啊、我是故意的啦，你是故意的，你在那边闹闹事。对了，三十七。<laughs> 三七哦，对，那当、个、是二九，所以啦，哦，这个考的很蛮细的，哎，这这这一题出的我觉得蛮好的哈、哦，很容易忽略说它三角内角和要比一百八还要来大或者是小，因为我们通常只会注意到角度大于零什么的哈、哦。好，来这一页还有吗？哎，讲一下哦，那个第四题、第十题一定要会写哦，因为第十题上段考有出一模一样的题目，要会写哦。哦好。 再来，金手提，一百五三，要不要问一五三？它有个那个特色招生，听起来就很色。第四，第四跟五，第四題。刚刚刚那个，我靠，有 A 口哎、欸。第四是不是？要第五嘛？五看一下哦。第四题哦，看一下哦。 如右图，四边形 ABCD、AEFG 均为正方形，所以啦，哦，正方形正方形。然后其中一、e、在 BC 上，哦哦，看，哦，全到了一、e、在 BC 上，而且 B、E 两点不重合，连接 B、BC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根据图中标示的角，下列角一角二角三角四的关系，何者是正确的呢？它是一百零二年的机测，哎，哇，好久以前的那个机测是我那个年代才会有的、欸。 哦，看一下，看一下哦，机车也通常比较简单。哦，连接 BG，哦，我们看一下哈、哦，因为是正方形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正方形内角是九十度嘛，这是无可厚非的。那假如这个角叫圈圈好了，哦，角一叫圈圈，那圈圈加这个中间角叉叉是不是九十度？那这里嘞是不是加起来也是叉叉加角二也是九十度？所以角一其实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什么？角一就会等于角二。 这样跟得上吗？圈加差九十度，那这里加起来九十度，所以角二就是圈圈，这样可以吗？好，因为这个也是九十嘛。好，知道角一等于角二，再来我们就要看角三跟角四之间的关系了哈。好，嗯，角三跟角四有什么关系吗？哦 B 一两点不重合。<coughs> B 一两点不重合啊！这个角一的全部都化掉了，角三跟角四，哎，嗯，角三不是等于角四吗？嗯，嗯嗯，哦哦，它是两个不同的正方形啊！哎，你看到没有？A 一这个正方形，哦，这个 A 一边的正方形。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A、B、C 珠的这个正方形，哦，来，呃，刚刚这题是那个谁问的、啊？周丽安是不是？周丽安，周丽安，嗯，来问你哦，啊、红色三角形比较小还是蓝色正方？哎，红色的正方形比较小还是蓝色正方形比较大？不知道啊，不知道。 我再问一次，是蓝色的正方形比较大，还是红色的正方形比较小？哦、oh,，蓝蓝色比较大。哎，都对，看你两个选一个都对，因为红色也比较小。那是怎么看出来的？来，你仔细看啊、哦，这个是它的斜边，这那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那这个是它的一个骨长，对吧？ 所以以斜边为呃为边长去扩展出来的正方形，它是不是势必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正方形？可以接受吗？可以吧？嗯，可以。讲这要干嘛？你看哦，那所以这一条边是不是就比较小？所以这一条边是不是就会比较怎样？是不是叫比较大？这样可以接受，因为这一条也是大边嘛。哦，不是大边哦，是大边哦。哦，这里是大边。那你看哦，我们如果要用。 那个大角大边，小角小边，我有说过要在同一个三角形上面做比较。这一个三角形下去比较大角大边，那这一个是不是就会怎样？角三就会比较大，角四是不是就会相对应的比较小？可以吗？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角三大于角四，所以我们这一题就选足，可以接受，OK 吗？哦，就是一个诶，还好啦，也没有很难哦，其测都蛮简单的。 好，再来第五题哦。他说，如右图后、哦、有一个三角形 ABC，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以 B 为圆心，嗯，去画弧。基本上那种画弧的词汇作图，大家应该都很有经验咯、哦、只要画弧就会有半径，那半径就是代表等长的意思。所以基本上画弧就是给长度一样条件。然后再来交于，嗯，交于然后再以 C 点再画一次，嗯，又画一个弧，所以我们的 C 又等于 AC，然后 AB 等于 B 足，哦，就是很简单。 那角 B 等于四十度，那我们画一下哈，角 B 四十度，角 C 三十六度，哦，对了，然后问，对对对对，哇，太简单了吧？来，大角大边，所以 AC 是比较大，可以接受吗？小角小边，所以 AB 是比较小，可以吗？那你画弧的话，你的 B 株是不是四 B 也怎样？ B 猪是不是也是小编？哦，是不是也是小编？那、欸、猪也写太丑了。小编听起来好像是那个什么编辑什么的。哎、欸，我这个用不同颜色画一次好了。哦，用不同颜色画一下。哦，这样子好好好,好,好像好看一点点。然后嘞，你的 CE 也是大边哈、哦，所以 CE 也是大边。好，我们看一下哈、哦、，A 猪等于 A 一，A 猪等于。 A, a 等于 a a 等于 a 一吗？好像没有办法确定哦。这这他说这两条边相等，好像嗯，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条件。我们看其他选项哈、哦。a 等嗯 a a 小于 a 一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开合的嗯，怎么讲？就它的两个长度的那个就是夹边嘛，对不对？它虽然 应该这是它的那个，我们用枢纽定理或逆枢纽去看都不对，因为枢纽定理跟逆枢纽，你必须开合的那两扇门必须要一样，才可以去比较哦。中间的角度大，它第三边就大；中间的角度小，它的第三边就小。哦，我们是这样子去看的哈，所以好像也不能用枢纽跟逆枢纽。嗯，好，我们接着看，然后 B 1跟 C 腿 B, B,，B 1等于 C 腿，B 1等于 C 腿，B 1怎么可能等于 C 腿？ 哦，oh, 我们应该是选猪啦，哈，应该是猪，怎么看嘞？你看一下哦，因为现在呢，它的 B 1跟 C 猪是不是这一段？这一段跟这一段啊、哦，就是扣除掉中间猪一的结果。那你看哦，我们的 C 猪是不是它可以把它想成 C 一减掉中间共用的猪一？那我们的 B 1 是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B 猪减掉共用的猪一，对吧？那 C 猪比较，哎，等等，C 一、e、比较大，哎，为什么我写？哦，这个比较大，因为大边嘛。那 B 猪比较小，小边减掉共同的东西，那当然 C 猪是不是还是会比什么？还是会比 B 一、e、来的大，对吧？哎，靠腰，那猪也不能选哎，靠腰，我当然会选猪。 哦，不就没有答案了？难不成 A 猪 A 一可以判别吗？我们看一下好了，专心看一下 A 猪跟 A 一的大小可以判别哦。那有其他条件吗？没有喂、欸、A 猪跟 A 一可以判吗？应该是不行啊，因为它角度也不一样。 a 猪跟 a 一可以看吗？四十度角的长度就比较长。哎哎，你们这一题答案是多少？第五题答案是多少？哎，hello hello，哎，学生们，哎嗨哎嗨嗨嗨，猪猪猪，猪猪怎么可能是猪,猪、啊？是不是 c 猪比较大吗？ 我、哦、靠腰！哎，对啊 c 猪比较大。哎呦，我在讲什么东西？对啊，对啊，哎呀，C 猪比较大。哎呦，我自己写出来符号，我自己都不相信哈、哦。答案是猪了，对啊，因为 B 一比 C 猪小嘛。对对对，我刚看反正负了，我想说奇怪，我想说 A 猪怎么可能比较出来？好，这是一百零三年的会考哈。嗯，比起刚才上面的那一题机测，我觉得会考这一题呃又再稍微难一点，哦，又再稍微难一点。好，再来，我们还有吗？ 六那个一五四我有出吗？看一下，我忘记我出几页了。一五四，一百五十四页有来一五四要不要问？来一五四要不要问？填充第二一五四要不要问？你再说一次，填充第二，填充二。 哦，填充二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要开根号化简，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正负的问题嘛，对不对？可以吗？首先呢，他说 a、b、c 是那个小 a、小 b、小 c 是 a、b、c 三边长，那我问你哦，a 加 b 张浩，张浩，a 加 b 减 c 正的负的，你知道吗？不知道，你知道啊，张恒浩，你绝对知道。 因为 a 加 b 是其中的两边，一定比第三边还要来的什么？大哦，大哦可以接受。所以它是不是一定大于零？两合嘛，两合大于呃另外的第三边另三，好不好？就是这样子写。所以这个是正的哦，a 加 b 减 c 大于零。那右边嘞，同学，减 b 减 c，你就把它想成是什么？减 b 加 c，b 加 c 不论是谁。 只要是另外两个边相加，它能构成三角形，一定比 a 还要来得怎样，还要来得大。所以你等于是拿 a 去减掉 b 加 c 的意思，懂我意思吗？可以吗？那减掉大边，所以它是什么？是一个小于零的数字，就是 a 减 b 减 c 小于零。那小于零开根号，记得要怎样？要变号嘛。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写成负的 a 加 b 加 c。 然后呢，加上 a 减 b 减 c。张浩，答案多少？零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嗯，好，嗯，好，Mr. 浩，可以哈。好，来，还有没有？一五四。那第二题那零？就零啊，就零哦、啊。那答案是多少？二 b。 二 b 怎么可能？哎、欸，还是我写错哦，我写错了。哎呀，真的哎、欸，我今天怎么一直写错啊？我刚刚是不是写减？你看，我刚刚是写减 b，可是它这里是加 b 哈，我今不抄错了，改，是二 b 啦，没错，这里是 a 加 b 减 c，a 跟 c 抵消掉，所以还有 b 跟 b 啊，哈，是二 b，好，改一下。 哦，这样就对了。张浩浩刚刚跟我说没问题干，哦，这样可以哦，那这样应该就对了哦。好，填充还有要问吗？第三，第三，好，第三太小。哦，第三比较难的是你要知道它的那个大小。 因为你 A B B C A C，如果我告诉你哪一边大，哪一边小，你是不是一定可以知道？哦，大角大边，小角小边，你就可以比较出来，对不对？那大边就会对应到大角，所以角 A 角 B 角 C 就可以知道它的大小关系。那 有一个方法了，有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是，哎，你知道根号七有多大吗？你知道根号二大概有多大吗？你知道根号三大概多大吗？你可以直接乘乘看，听得懂吗？像根号三大约一点七三二，根号二大约是一点四一四，根号七，哎，老子没有背，但是没有关系哦。根号七是不是介于三到四之间？你可以用十分逼近法去逼近，但很明显啦，不论是乘以一点四一四或去 呃，乘以一点七三二，它都是一个不太好运算的呃小数除，哎小数乘法，所以建议这边哦去掉根号，我们还有第二个技巧，就叫什么平方去根号。假如今天呢这个东西是大于零，对吧？a b b c a c 三边长都大于零，哦、嗯，因为它是边长，呃确实也是正平方根，所以都是大于零的。那你平方之后，原本大是不是就大，对吧？ 原本是一平方是一，原本是二平方是四，所以它还是会维持怎样？二大于一，所以四也会大于一，还是会维持原本的那个大于的状态，可以接受，OK 吗？前提是我讨论的数字都是什么？前提是我讨论的数字都是比一大的哦。好，那来喽，我们拿 a b 去平方，你会发现，哎，乘法公式还记得吗？a 平 b 平二 ab。 所以变成七加六，因为七的平方是，哎、欸，根号七的平方是七，根号六的平方是六，再加上二根号七六四十二，所以答案是十三加二根号四十二。有些人就说，哎、欸，靠腰，老师，那你四十二怎么不开出来？同学，第一，四十二不能开；第二，我们也不需要开，因为等一下只是要比较大小而已，哈。好，来，再来，我们求 BC 的平方，BC 的平方是二根号二加五。 哎、欸，不好意思，是根号五，所以二根号二就是根号八，根号八平方是八，八加上根号五的平方，所以是八加五十三。好，我要写快一点哦，然后加上二二根号四十，因为二根号二就是根号八哈，二根号四十，那很明显是这个就比较大，AB 的平方比较大，就代表 AB 本身应该也是比较长的哈。好，我们再来。 呃，AC 平，A, C, IN, 所以就变成二根号三，其实就是根号十二。你把二放进根号里面要平方，哈，变根号十二，所以变成好了，我们就直接写了加一。你看它都有设计好好，前面都是十三，因为大家都有十三，就不用比较。哦，根号十二，根号十二，跟号十二，所以 AC 边是最小的哈。 小、中、大，那再来，我们就要画一个三角形，去看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关系。呃，AB 最大，我觉得这就叫 AB 吧。然后这是 C 最小，B, B、BC 中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大、中、小。那大角对，哎，大边对大角，所以角 C 最大。然后嘞，中边是 A 啊，最后。 小边对到的角是小角，所以是大于角 B，这样子可以吗？OK 吗？我们这里利用的是我们的平方哦，平方。我们再讲一次哦，因为根号七，其实这个这个你稍微想一下，其实它其实有一些没搞哈，因为根号七加根号六这两个数字都比，就是它加起来比一还来的大，我们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哦？ 因为你仔细去稍微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哎，其实不是大的大的，你去大于零的，你把它平方就一定比较大，就像二分之一跟四分之一，4, 对不对？哎，哎，好像也对吼、哦，哎，对啦，啊，那就对对对，哦，那就没事没事，哦，对对对，你把它平方，二分之一还是平方，还是比四分之一的平方大，哈，哦，那就没问题，哦，那就没问题。好，以上是我们的第三小题，哦，这一面还有吗？这一面还有吗？ Hello，Hello，Hello? 还有吗？一般你们都没有要问了哈，我要跳了。我、哦、干，我学生是,是死光光了。Hello，Hello，Hello? 哦，我問,问问题好了，你们作业 OK 了吗？啊，哎，我开一个新闻，你们。 作业都 OK 了吗？哎、欸，他为什么不给我打字啦？林倩，你先不要按赞，我打字。他一直跳出来，你们作业 OK 了吗？所有传送，哎、欸，他他为什么不能打？啊，我不能用问语答、欸，哎，可恶！林倩说什么很多？ 林千燕，你说什么很多？林千燕，你说什么很多？哎呀，好烦哦！他回回话都不会回话，哎呀，好烦哦！好像在跟机器人上课啊！不管你们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上四十一哦，四十一，四十一，问一下好了，确定一下，哎、欸，来问一下实验的朋友哈，来周丽安，你们现在学校上哪里？四十一班。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要把十四上完，那我们的，然后<了>我们期末<命>我们期末考取消，那、啊、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真 <laughs> 的？假的？嗯。那那我们还要上课吗？那我还是我们先出去玩。<laughs> 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第 <laughs> 一嘞，哎，张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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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你们现在学校上哪里？ 嗯，嗯，你们没有学校吗？你们现在学校上到哪里？学校上到上到五四十一啊。啊，那我们真的上太慢了，我们要上快一点。因为另外一个另外一边，我大概把四折哎、欸，我另外一边已经把四折上了，不是大概，我是已经把四折上了。我们真的上的蛮慢的哈。我们花蛮多时间在检查作业，大家希望真的是对各位有帮助哦。好，哎、欸，黄静理，黄静理，你们班现在上到哪里？啊、我们四十一上完呢。 干是假的啦？哦，不行不行不行，要认真。哎，王静理，你们那你们班上到哪里？王静理是不是没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好，拜拜。好，来，江博洋，江博洋，你们需要上哪里？哎，奇怪奇怪，我们。 哦，好、oh, 好好好好好，还有回，还可以还可以。哎、欸，玉轩玉轩玉轩，你们老师教哪里？也是四十一吗？四十一教完了。啊？怎么那么困、啊？<laughs> 啊，那我们可以上快一点好。既然如果都教了，那我们就我也要开始狂飙。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四十一了哈。四一四十一呢？这里主要教的是我们的平行线。 那平行线其实，呃，如果今天哈，哎，今天翻到了吗？翻到了吗？那个耶稣平行线哈，四十一。如果今天平行线哈，我们只是要去简单去讨论它的角度跟它的边角关系的一些内容，其实蛮简单的。我、哦、靠，黄静莹他们家倒了，对不对？好，黄静莹，黄静莹，你有 A 口。 你你有 uncle，哎、哦欸，扣一下好不好？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平行线性质，其实很简单哈、哦，因为我们国小就学嘛，对不对？它是什么？它是我们把那个两条直线，两条直线，那这样子随便我随便画哈。之后呢，你做一条截线，这样截下来，什么叫截线？就是今天你画一条线，同时通过这两条线，并。 然后并穿过去，我们就叫截线。那你要有个概念，就是你的截线不见得那两条线都一定要平行，截线就是只要两条线你穿过去就要截线，可以吗？那平行线的定义就是同时哈、哦、可以找到一个，哎，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公公截线，然后呢同时通过这个 l 1 l two 且垂直，可以吗？那我们就称之为 l 1 l two 为平行线哦，它们也不会相交，而且平行间。 的距离处处都会怎样？都会一样，就是 l 好、哦，这就是它的定义啊、哦，这是它的定义。好，那我们的符号呢？我们用两个平行，呃，这两杠，然后来代表平行。那你不要画错边哦，你画另外一边哦，在数学上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可以吗？那这里哈、哦，讲义上这里我觉得用了一个很愚蠢的方法来说明。他说哦，你可以把两个那个三角板那么、个、移移哦，对了，因为三角板后面是垂直，所以它就等于是哦。 它的那个背板的这里吼，就仿仿佛就是那一条什么，截线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会有同时两个垂直的直角。好，再来它的性质，来请你自己看，就是垂直、垂直、垂直，因为这是定义吼，好不好？再来第三点，他说，哎，平行间的距离处处一样，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算面积的时候我们会用到，所以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好不好？在第四个，平行线间的距离哦，就平行线不会相交哦，不会相交。再来 Q，那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 Q 他问的是什么？他说：“哎、欸，如果今天哦 a B C 的面积是二十，叫三角形 B C 柱的面积是多少？”同学，这里讲述了一个我们以前讲过的性质，叫同底等高，或者叫共高。共高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有讲面积比等于底边比嘛。那现在，因为它怎样，B C 是不是三角形 A B C，还有三角形 B C 柱，他们是同底，所以它的底一样，他们。 的高嘞，它们的高是就是平行线间的距离，都是 h，所以它的面积当然会相等，听得懂吗？因为同底哦，同底等高嘛，好、哦。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关键点是，第一个他说 l one 垂直 l，l two 垂直 l，则 l one 一定会平行 l two 吗？这个要画图看看了、啊、哈。好、哦，这是 l one，后嘞，垂直于 l。 哦，这是 L，那 L2 呢？等我看一下，L2 呢是,不是也垂直于 L，对不对？那 L1 L、L2 呢？呃，会是平行吗？哦、oh,，Yes，哦、oh,，Yes，同学，这个是在国中才对哦，高中就错了哦。哦，国中是对的。哎、欸，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它有可能错？ 哎，江博阳，江博阳，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可能错？Hello，哎，有没有学生活着？哎，江博阳，你知道他为什么有可能错吗？哎呀，没人理我，干！我再找，我找个人来问哈。哎，嗯，哎，来来来，我们问张浩，来，张浩，张浩，张浩，你知道为什么有可能错吗？不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画出来就是就这样啊，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图画这样。我跟你讲，国中我们都是探讨平面，其实它真的是，其实这一个选项放到高中是百分之百错因为高中有可能讨讨论的东西是立体的。呃，我们当个课外小常识好了，好不好？假如今天它是一个立体空间哦，就像可能是一个正方体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可以接受吗？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空间的垂直关系哈、哦。 好，我们把这个轴画出来。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立轴。同学，你看这个立轴哈，就像是空间中的一根杆子哈，就是一根旗杆的感觉。好，来，你看这一个如果叫 l1，有没有垂直于立轴？有吧？有可能吧？那你把 l1 先转一个方向，你看这个 y 轴的方向，我们叫 l2。 有没有可能也同时垂直于我们的 z 轴？有吧？所以如果今天是在空间中，它是错的。可是因为我们国中只有教平面，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哈，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呃是对的事情，可以接受吗？好不好？那、呃、我希望你在这边稍微有点 sense。如果今天是在我们的是呃现实生活中，这一个选项就会是错的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选项。他说 l1 垂直于 m，来画一下哈。 1> l one 垂直于，这第一题第六个，l one 垂直于，还有 l two 垂直于，哦、oh,，l 三垂直于，我靠，妖嘞，这个它说谓垂直垂直垂,直垂你个头啦，然后直接打叉，根本就是平行平行平行嘛。再来，如下图，图一 l 平行于 n。 有万平远，那这里哈、哦，我我给你一个建议，因为我平行哈都会画一个辅助线，我叫我画箭头，就是提醒你哦，这两条线是平行的哦，不要画错哈。然后角 BAC 跟我们角猪 CA 是垂直且九十度，则 AB 等于 C 猪。哦，同学，因为这一条已经是九十度的关系，所以下面这个是也会被固定住，也是九十度嘛，因为它们平行嘛，因为一个角直角啊。哦 那这条线平行的定义是不是就是如果上面直角，下面同时也要是直角，它才会是一个什么截线截过去，而且会使得 L 跟 N 是平行的状态，所以 A B 会等于 C Z 是没有错的，因为它都会是平行间的那个间距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圈哦。再来第四个，如下图图二哈、哦、，L O 平行于 N，我我还是习惯画一下，则他说三角形会全等，好，直接打叉，同学。 它不会全等，同底共高，它并不是说全等，而是说面积相等。全等必须要边一样，角一样，对不对？大小当然也都要一致。可是很明显，如果你看得出来，你有眼睛，你会发现这两个三角形不可能是一样的三角形，哈，好不好？再来最后一个了，哈，直线 l 与直线 m 没有交点，没有交点则一定平行吗？哎呀。 国中在这一个选项上会是是对的哈，可是高中会是错的。L 与直线 m 没有交点，因为直线是一个互相呃，应该这样讲，直线是一个无限延伸的线，嗯，无限延伸的线段啊，应该这样讲，直线就是无无限延伸的嘛。所以呢，如果今天它无限延伸之后都一直没有交点，那就一定是平行嘛，因为无限延伸。 只有平行线才能做到完全没有交点，可以吗？可是如果今天他是说线段 l 跟线段 m 没有交点，那就不一定是平行了，因为线段是一部分，你可能怎样把它经过延长的作用之后，它就会产生交点，好不好？要注意它的一些名词啦，好。来到这边哦，如果你没有问题哦，如果哎、欸、大家会累吗？还是可以继续上？哎、欸、大家会累吗？大家会累吗？ 来，会会的打加一哈，1, 我们给你五秒，如果五秒不行的话，我们就要接着继续上例题一了哈。来，会的打加一，1, 给你五秒钟哈，五、四、三、二、一，好，来，我们接着上例题一。来，例题一，他说如右图哈，太迟了，我们学生只有两个人回应我，不管我要快去上了。然后如右图哈，有一个四边形 ABCD。 它是一个长方形，然后试着说明哈，我们的 A 柱跟 BC 还有 AB 跟 C 柱，它们分别为平行的关系。呃，怎么说明呢？其实非常简单，它因为是长方形的关系，这里是直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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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根据平行四边，哎，等等，根据平行线的定义，它是只要找到一条截线截过这两个线段，像 A 柱。 跟我们的 B C，那我们的 C 珠这个仿佛就是我们的截线，它同时垂直，对吧？所以我们的 A 珠跟 B C 就会平行。这一题太简单，简单到我一点都不想写，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因为它就是一条截线截过去，会使得它平行。好，好，大家大家 OK 了吗？大家会累吗？我又多讲了一题了哈，来，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哈，来，我再给你、哦，我这次给久一点，我给你十秒。 好，我给你十秒，你觉得会累的，你打加二。2? 好，开始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还有我们统计一下哈，没有全班我就继续上哈。来啊，来王玉轩，啊，黄静婷，然后张恩浩，然后林千燕，来四个，好，我们继续上。来，接下来我们要讲。 第二题，两平行线间的面积问题。他说呢，呃，l 平行于 m，哦，因为跟面积有关，所以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l 跟 m 之间的高的关系，因为他们会共高，好、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性质。那平行呢，我会建议你哦，还是画个箭头哈、哦，养成好习惯。他说，A B E 的面积哦，A B E 的面积。哦 A 分别为 a、b、c，呃，平方单位哦，好好好，然后问小 a、小 b、小 c 的关系，a、b、c，我们看一下 a、b、c，然后 a、b 柱，a、b 一，哦，so easy，是不是同底共高结束？所以 a 等于 b 等于 c 哦，然后写一下 a 等 b 等 c，因为都是同底，同底，共高。 好，来，如果没有问题哈，我们顺便看一下右边吧。哦，是顺便哦，哦，是顺便哦，哈，来，他说，呃，右边的橘色部分面积是 x，然后绿色是二十，请问 s 是多少？太简单了，这一题太简单了。同学，他考的是什么？哦、呃，可能你国小就学过了哈，一个长方形。那如果今天呢，你把它弄成锯齿状，呃，像这样，可能你在这里哈，可能上下找一些节点。 哦，好了，我把图好一点。好，注意哦，最后要连到那个连回一个端点哈。这红色的部分面积跟上面哈我们没有画的白色哦，就是其他那个长方形没有画的白色区块，它的面积是一样的，而且都是一半的长方形面积，对吧？这个怎么去做证明？非常非常简单，你看好了，我们只要画出这个截线。 就是每一个通过它的尖角的地方，尖角听起来读着很恶吼。通过它的三角形的顶角，这样子切下来。呀，我画的不太标准，好、哦、来、哦哎，你有发现，因为是长方形，长方形的话，你把它切成一半，是不是上下两个三角形会全等，对吧？哦，那这两个三角形也会全等，这两个三角形也会全等。 然后这两个三角形也会全等，所以你会发现红色的面积是不是叫圈差三角勾，白色是不是也叫圈差三角勾，所以很明显，它的面积是一样的，都是什么二分之一的长方形面积？这一个是要知道的，因为很常考，而且也很常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啦、啊。上面的橘色部分面积，呃，我们叫橘色部分面积，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好了。 在 x 哎、欸，靠右，他直接跟我讲是 x，所以它的 x 是不是就等于上半部的长方形面积一半，也就是四分之一的长方形面积？那下面的绿色部分呢是二十，同学是不是也是四分之一的长方形面积？因为它也是下半部长方形二分之一长方形的一半，所以呢，你的 S 就等于多少？直接秒杀，x 等于二十，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都是四分之一的长方形面积吗？可以吗？好，来，再来进阶题，来，大家会累吗？好，我们再来，再给一次机会，哈，来，一样给你十秒，哈，会累的打加三，哈，好不好？可以吗？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我们开始抓，我跟你讲啊，我们班八个人啊，我们有六个人说想休息，我们就休息，这样好不好？ 我看一下啊，一陈俊廷嘛，张根号嘛。二王静宁嘛，三嘛，靠要张根号，你不要重复打了，还好吧？没有很累吧？其实林千燕、王玉轩，你们真的要休息吗？好，那我们现在开放休息哈，好不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会太短吗？十分钟会太短吗？ 哎哎，我们征询大家意见，十分钟会太短吗？会。那那谁讲的？那谁讲的？黄经理吗？太短，短的不行。太短，你不要看着我说太短，我是说时间太短，可以吗？三十分钟够吗？三十分钟哦，三十分钟你去睡觉算了。二十啊，二十，二十二十二你妹啦，二十干我们四之一不用上哦。呃，这样子十十六分钟。 十六就最多十六，十七十七，那不然猜拳，<好>你现在开四分钟，剪的手部赢了我们就直接十七分钟。好，好，你现在开，来哦，猜拳哦，大家做公证人哦，哎、欸，手手举高，哎、欸，你看你想作弊哦，不能换哦，来咯，我这会有误差，不要吵，剪刀石头布。 哎，欸、他慢出，哎，干他慢出，你认真一点好不好？这是误裁。剪刀，好了吗？剪刀石头布，哎，你又慢出，哎，到底是什么？再是剪刀石头布，哎，你画面是不是有点那个？是不是？是不是？好，那我们休息十六分钟，好。 九加十六，所以二十五分，十点二十五分我们准时上课，可以吗？好、哦，那、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睡我可以去可以去看 YouTube 了，yeah